载，风云谁来主宰？满腔斗志的我们深陷泥泞爬不出来。为了义气，我报仇血恨生死厮杀。为了义气，我背弃人伦道德展开自杀。一战成名的我，点燃乱世背景的火，站在悬崖边缘的我，和兄弟做了个新货。茁壮大清前和名利洗不掉我脸上的伤疤。以暴制暴的仇街陋巷，我们在这里成长长大。照不清时间，照不清的血，照不清的血，照不宁的眼，望不心这下再看一手遮天。背叛派的荣誉赌上我的一切，这是我的记号，眼神是我的暗号，一声令下开始行动，把他们全体干倒。我的枪，我们将义气，我们帮义义，战无不胜必须打爆敌人的脑袋，剁掉叛徒的手指，要是你敢说错话，就等着被我们收拾。去你说的地图上找不到的村庄。打算去哪儿？还没想好。高欢想去哪儿，我就陪他去哪儿。这是宾馆电话，怕你丫忘了。虽然舍不得你走，说实在的，还真羡慕你，有个人愿意跟你私奔。总有一天，你也会有这么一天。李阳，我走了之后，麻烦你告诉我爸妈，跟他们说，我们走了。会很安全的，让他们别担心。怎么会不担心呢？那你们到底想去哪儿啊？我也不知道。那你不参加高考了？高考对我来说已经没有意义了。高欢，我昨天晚上做了个梦。梦到什么了？那只雪风筝，还有张月。我总觉得还会有什么事儿发生，别瞎想了，好好考试吧。红兵走后，兄弟几人各自离散。从李老先生那里学到些皮毛的小技，开始去乡下收文物，顺便试试自己的能力。李四、费四闲来无事也跟着凑热闹，李五张罗来一辆车，四人收购小组正式开始行动。这他妈忙活一上午，啥鸡巴也没收着。就他妈收到几斤破铁，真鸡巴没意思。那你妈想收点啥？文物呗。哼，现在农民都不傻，哪人收着啊？哎，听说李老棍子吗？他妈他从号里放出来，一直带他们一伙人搞文物来着。他还搞文物？他也收东西啊？他们收，他们可不收，他们直接挖古墓。操！人可比咱活得潇洒多了，天天他妈万贺来贵宾楼摆酒，喝完了就他妈嫖去，操，没他妈天理。嗨，个人有个人的活法，他们那帮家伙什么缺德都干，别看他们现在嘚瑟，将来肯定没啥好下场。哎，你说他妈咱们哥几个是不是要散伙啊？操，
最近太他妈背了，出事的出事，他妈进去的进去。别瞎说，洪斌那是为爱私奔，不是跑路。不过说回来啊，咱们是他妈够背的了。洪斌走了，张月进去了，身手最好小北京天天蹲在旅馆里，这他妈要赶上二虎跟咱们来掐架，那不请等挨揍啊！我们是不是准备一下，以防万一啊？有钱啥事都好办，要不哥几个直接去挖古墓算了。操，费四，要挖你挖，缺德事儿我不干。李四，你他妈别装，你书上那的文物哪一件不是从坟墓堆里挖出来的？我也不能亲手去刨啊！哎，哥几个，我看这儿就是个好阴宅呀、啊。没准就他没有古墓啊！哎，记，咱们试试啊！别扯淡，洪斌要是在，肯定不会答应。干活了，干活了，拿东西来。那边，那边。哎哎哎哎！你们这是要干啥？哈，大哥，我们这国家考古队的，到你们这儿来考古啊。对，这个是给你们当地村民的补助。哦，好，好，好，领导他们来办事儿，我们支持，我们支持，你们继续啊。行，忙了，老哥，慢走啊，老哥，谢谢啊。这破案总算办完了。是啊，我过两天没睡觉。哎，那边怎么回事？走，过去看看。走，小哥就下劲儿来。走，哥们，走了，走，快点。使点劲儿，同志。哎呦，警察同志，哎，您好，您什么事儿啊？你是来自哪里的啊？我们国家考古队的，从北京来的。我也是北京人。是，听口音像是本地的吧？啊，我老家呀，吉林长春的，跟这儿口音差不多。车牌都是本地的？车牌啊，当地租的，方便啊。那你们真是辛苦了。啊，没有警察同志辛苦，您辛苦，您辛苦。哎，走。哎，干嘛呀？真逗，拿几把铁锹就过来考古。考古对我见多了，你们也太业余了吧！拿几把铁锹怎么就不能考古了？哎呦我天，你们胆子真够大的！带走，走，你们过来。没多久，市考古队还真在玉米地挖出了金代墓葬。李武什么都没挖到，却因盗墓被判入狱七年。虽然贪财，但李武还算够义气，没有供出小纪等兄弟。七年后的世界恐怕已经不是此刻李武所想，而七年的狱中生活会让一个人改变多少呢？哎，申爷，那啥时候开始啊？下面人都坐满了，就等着你呢。走着，好嘞。申爷，你可来了，兄弟们想死你了。小爷，我出来晒晒太阳，这么多人干嘛呀？申爷，你开始讲吧，卓的事儿还没讲完呢。到底是您北京的混子厉害，还是咱们这儿的混子厉害呀？哎，我先纠正你丫原则上一错误，在北京。那叫顽主，顽主，懂吗？啥是顽主啊？你们是想听具体的呀，还是想听抽象的呀？三哥，我们真不懂，给我们讲讲。具体说，顽主就是一群对社会现状不满，却又无从发泄的年轻毛头小伙子。哎，年龄和你们大家差不多。他们借顽来表达对这个操蛋社会的意见，从而获得心灵上的满足和充实。
那抽象的呢？抽象的说，玩是一种精神，一种力量，甚至说，那是一种艺术，行为的艺术。那算了，跟你们俩说多了，你们俩不懂啊。申哥，你说的我们真不听不懂。你就说说你们北京的混的厉害，还是我们这混的打架厉害吧？玩主。哎，对，玩主，玩主。这个没什么可比性啊。你就拿我兄弟张越来说吧，十字街头中央广场首任仇人张浩然，够狠吧？那张哥的确是厉害。哎，你再说小爷我，18岁入伍，19岁在云南老山前线，杀敌无数，为国争光。那你说我比张越差在哪儿啊？可你说我们俩人有可比性吗？他没有，不是？是是是。那申爷，那你能不能就给我讲讲那个在老山前线的事儿呗？你想听？是是是。那我讲讲。讲讲。好。哎，讲讲。话说，1985年，在云南老山前线，当时大部队为了转移呀，需要端掉转移路线上的一个敌方侦察点。这会儿连长领我们到了执行任务的地点，大伙儿一看，全傻眼了。为什么呀？悬崖角度足有90度，一般人根本那是上不去呀。只见连长紧锁眉头，回头轻轻地对我们说：“你们谁能上啊？”话音刚落，只听两声齐刷刷的喊声：“连长，我去！”连长一看，站出两位小英雄，其中一个身高1米77左右，浓眉大眼，双目是炯炯有神，此人不是外人，正是你们红兵大哥。另一人长得那个漂亮，可以说是眉分八彩，是目似朗星啊。你们猜这人是谁呀？谁呀？你小爷我呀。哎，说时迟那时快，连长领我们走到了悬崖下面。连长嘱咐我们两个人说：“红兵，小申，你们两个切记要小心。”话音刚落，没等连长反应过来，只见我们两人蹭蹭蹭蹭几下，也就几秒钟的时间，俩人就到了他妈悬崖上边了。到了山顶啊，我们开始观察敌方形势。该着，那天我跟红兵的命大，敌方就他妈俩人。我们俩当时一合计，不能用枪，用枪肯定要暴露目标。刀呢，在上悬崖的时候全都划掉了。这会儿该怎么办？怎么办？他们用手啊！红兵我俩当机立断，决定用手拧断越南鬼子的脖子。啊，用手能拧断吗？来来来来，我给你们演示一下啊。好。拧脖子一定要注意要领，右手摁住对方头顶，左手搂他的下巴，趁其不备出手一定要果断。我靠，申哥，那你们到底扭没扭断越南鬼子的脖子？有没有断呢？没有断啊。要想知道拧没拧断越南鬼子的脖子，听小爷我明天再说。哈，散了。行了行了，回吧回吧。申爷，证明你明天讲啊。走，三弟，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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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
跟饼喝茶。哟，你这刚才是要开评书大会呀、啊？弄这么多人。三姐，你还真提醒我了。打明儿起我就开始卖票，说不定这生意真比这旅馆还火。你呀、啊，就贫吧。我看是红兵不在，你闷得慌了吧？三姐就是三姐呀、啊，一句话说到我心里去了。不过说实话，我是真盼着红兵回来呀。他没联系你啊？联系了，就打俩电话，问他在哪儿，他也不说。也没说什么时候回来。高欢爸妈来了好几趟了，这每次来都哭得要命，看了真让人心疼。你让他们放心吧。怎么放心啊？要是有信儿，你千万告诉我。那是自然。哎，不过这点我还是了解红兵的。红兵他就宁肯自己把双份的苦都吃了，也绝不可能让高欢受一点委屈。三姐。其实我这点和红兵特像，您别笑啊！哎，三姐，听说你要离婚了？嘿，我这刚结婚，你就咒我离婚是吧？嘿，合着潘大庆这小子他妈在这制造谣言呢，这是，这不害我白开心一场吗？我离婚，你开心什么呀？三姐，我就实话跟你说吧，我天天坐在这旅馆门口，迎来送往是阅人无数。我觉得比高欢长得漂亮的就三姐一个。再说了，那我跟红兵是哥们儿，我老婆绝不能比他老婆长得差。您说呢？你个小毛孩子，这红兵比我小两岁。你比他还小，我告诉你，我可不找你店家。女大三抱金砖，我奶说的。哎，对了，三姐，我找火车站门口那送虾的给他俩算了，说咱俩人特般配。哎，而且呀，贫，你再贫，再贫我撕烂你张嘴。你撕你撕你撕，来，牡丹花下死，我做鬼也风流。来，贫贫贫，走了。哎。就像一只飞鸟。